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是我去辅助去？我先跟他勾留一下。全军出击！好，是个哑巴啊。走吧。这泰坦怎么回事？不灭寒，不灭黄毛，哼，不灭黄毛！天哪，不仅是个哑巴，还是个傻子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把比较难了啊。杀，闪现，吃药，兄弟，那抠还能再歪一点不？你 A 这个，哎呦，这抠啊，抠都能抠歪来，这寒冰就紧着就跑走的，这都是跑走的，兄弟，这波双杀没拿到，我是没想到啊。哎呦！哎呀！妖怪呀、啊，这是怪物啊，小怪物！车我吃了，没事，那泰坦让他来。别着急啊，先拖一手这波。哎，我们家其实是这波是感觉是能打赢，你知道吧？只不过这个 EJ 也他没来，我感觉应该能打赢。我们都先把那老母猪都给他打残了，都直接打死了。来把长剑吧，确实难呢。差，怎么卡了呢？感觉
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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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可以打。死了，300块。泰坦不到哪去了。可以打，我到了。先杀泰坦也可以，先杀泰坦吧。这回杀泰坦呢？哎呦我操了！你寒冰你又追不到他，前面有小兵，你追个屁呀！这波你不杀泰坦？可以，你杀我兄弟 ，A 死他！我没骂人，我就感叹一下吧。行，好吧，你 ADC 太菜了，我这是哎，玩意儿我脑袋疼，我看着我头疼。这把不能可血战斧了。这把咱出这星石吧，要不，哎，不行，还是得可血战斧，抢他兵呢，退线快点，给他吃兵有什么用？马上升6啊！泰坦指定是搁这里边，100%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可以打。这老母鱼不杀了，算了，不杀了吧。铁刺鞭，一会儿把这个工资砖卖了啊，卖完以后呢，我们出个眼石就可以了。拜拜，好意。我都头都不带回的，我回头我直接死，我都不回头。我看见他印上去那一瞬间，我就已经知道了他必死。这波是大意了，这波是大意了。哎呦！哎呀，准哦！快点把蓝打了，要不然他们绝对过来抢这个蓝。这龙怎么去呀？这龙没法去呀。这就别去了。能打。
能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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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直接秒着寒冰的都。加血，怎么 R 都能 R 歪了呀，兄弟呀、啊！这怎么的呢？这，哎，还勾回来？你这老母狙有伤害吗？哎哎，这别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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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不能杀了啊！他只要敢扣上来，那他就是死。咦，这是谁呀？拜拜。溜溜溜溜。这波直接装甲猴，这小子有闪现，他没办法。把可血战斧除了，其实我十二分钟可血战斧也还可以。画个扫描，上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还行吧，就死了三回，没死多少。下路咱不去了，去波中路。啊，不知道我在这里，没事，你直接上来。让他练，直接往上直勾勾的就让他练，知道吧？就让他练。那塞拉斯忍不住他就死。可血战斧没出来，哎呀，这老母泰坦直接大我，挺烦的。泰坦要没大我这波，其实他们，我估计他们三个全部都要死。我先杀塞拉斯，寡妇其实是有点装了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泰坦过来了。杀的，去那边也去查点视野，尤其是这个地方啊，还有这个地方，一共三个眼，下路视野给它点亮，一共这三个眼，对面没有任何地方能过得来，除非他从中路过来那行。哎呦，好痛！老母猪怎么来了？你咋的呀？这老母猪咋的呀？这我不可血战斧啊！啊？怎么加个辅助要杀俺们？我天哪！这波一块二血赚。接下来我生气了，我将不再变成辅助，啊，
我将会变成 ADC， 也不是 ADC， 我将会变成上单。俺们家上单是个傻子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我得变成上单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边，兄弟们，两个眼，好，下楼的线我收了。老母猪伤害这么高吗？哟，这老母猪的虚区有点高啊，整个黑切给他们呢，我的天哪，有这么高伤害吗？十级九级不应该呀。他一没重伤，二没加血，他把我杀了，我没想到。哎呦我兄弟，这还回去，这是不应该啊。闪现走，把老母猪杀了，能不能？哇，这老母猪有点肉啊。老母猪有点肉，老母猪好像有点无敌。不过铁男拿了俩人头还行啊，慢慢捡吧，没事，这团战好打。刚才有点葫芦娃救爷爷了，稍微有点救了。先查几个眼儿，猴子，猴子去下吃兵，你在中吃，让我去挨打。我也没吃兵啊，我一共才吃了46个兵，我吃的兵都不止你十分之一。而且咱这兵都是那啥的呀，那个工资庄的兵啊。打个 ADC 吧。先把那塞拉斯杀了呀，小黄毛死了，铁男没来，买个鞋吧，先水银鞋得要，要不然跑的是有点慢。哎，我一顿控啊。中路没了，给了吧，不要了，守下二塔。
黄图。行啊，这打不了啊。哎，杀我啊。队友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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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队友吗？这都能没队友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哎呀，队友呢，守家呀兄弟。怎么不守家呢？黑切有点贵呀，黑切呀。关键我没有人头啊，我都是助攻，高地没掉就行，没事，等个20秒大招。团一波就好了，别说了。别逼逼了，行不行？团一波就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好不好？那打大龙了，快点过来呀！真难带。可以打，就杀这老母猪来！哎，好关，和血战斧插眼来。哟，我操！快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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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你干他，他没有大，我操！你回头一手，俺俩直接两个技能把他秒了，我科学战斧都他妈没用。哎呀，烦死了，这都能死？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科学战斧我秒不了他，他不能跑，你知道吧？他得回头打，他不回头打，你说你的距离这么安全，你又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就直接打就完了呗。他在这边追我，就 A 他呗。你 A 他完事以后，我就直接杀他。他在这来回晃，你知道吧？他晃的话，我都没法回头。真憋气，真他妈的憋气，跟他玩。
1400，又往脸上一，你都不知道那泰坦后边到底有没有人，你知道吧？你都不知道泰坦后边到底有没有人，就往脸上一，真是养了个傻子！哎呀，我天哪，这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该上不上，不该上瞎上，我的孩子，你的老同志。这玩意儿怎么买不了呢？买这个，对。寒冰走不掉，可以。小花毛我估计可能又要死，那中正落手找他去了，我们这波没大保不住他。别往人脸上一啊，孩子，这算是管不住了呀。这落手咋那么脆呢？我记得他挺硬的呀。回家出眼石去。回家出个眼石。差点儿吧，我要被斩了，我他就死了。先买个萌动眼石，完了，这玩意儿没插够14个眼儿，哎呦，真的是，早不说呢，早说，是不是？咱也没出过呀，这，啊啊，有了有了，有充能了，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耶，针眼怎么回事呢？啊，针眼储存进去了。哦，我都不跟你打。别。买明白没那装备，快点的，中团了，快走了。追俺们家寡妇，你们能追到吗？我们先杀这寒冰，算了，先杀这老母驹吧。这波我们就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石头人，知道吧？哎，划了他一下。刚才这波我们就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石头人，直接进去转大，也别一抠了，直接闪现转。闪现对面反应不过来，你E的话对面就反应过来了。出个蟹手吧，下件装备来个蟹手。我能死十把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这把我是真没想到，我们下路优势这么大，能死个十把。嘘，哎，30分钟了，好快呀，时间过的呀。
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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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！别晃，别晃，直接中！我在这呢，那你们得在我旁边，我才能开吧？这团战怕对面？我不信。完了，这永恩灵魂出窍给用了。大我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对，对，来，好，对面脱节了。先杀的落手啊，白给了，别着急。好，两个人头，老母军没中风呢。这波团战拉扯不错，说实话，我们家人拉扯的不错。死了吧，你有红哎。可以。对面其实刚才就已经脱节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团战就已经脱了一波了。这一波了，快到最后，我的眼石也没充能上，也没充上能。问个问题，我的那个眼儿，就那个眼石，它工资装算不算？就是工资装出的那个眼儿，我往出插的话，算不算？